今天我们吃这个虎皮鸡蛋米粉，汤都被吸干了。萝卜干，这个萝卜干它有两个口味，一个麻辣，一个香辣。今天我们吃这个拌面和饺子。好吃。我用那个香菇辣酱和这个油泼辣子拌的。
辣米线。今天我们吃这个陈薯酸辣粉，加了一点丸子。我这是一桶的量。这个直接放锅里面煮的话，量就好多。